那刚刚师母的送赞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呢？深色蓝色昏怒尊，阿出如来顶上士，恒是众生大成就，密集金刚我敬礼。我告诉你，你把这个当成祈祷文也是可以的，非常重要。习真怀书都可以随喜。一般来讲，金刚法是在消灭贪念非常的重要，密集金刚又加上了贪嗔，贪跟嗔它可以自贪跟自诚，